各位親愛的黃允田中學的同學，不知道大家在停課這段期間裡面是不是都很著急，因為都很想回來校園跟我們一起共聚。其實校長在這段時間都跟老師一起很努力地去想一下，我們怎樣去為田園的學生去預備一些課堂、一些網上的學習，希望我們的同學都能夠自強不息，在停課這段期間裡面都能夠增長知識，學有所成。我當然都知道同學這段期間應該很認真很努力地去準備你第二期考試一些練習試卷，老師都陸陸續續將試卷就放上網，希望同學都在屋企的時候按時認真用心去完成，跟著將你的答案就拍個相，跟著就上載 e-class 給老師給一些評語。我們希望停課不停學，校長在這段時間除了是跟進一些校務、跟進一些學員、學校一些事項的時候，其實都想著同學怎樣可以在這段時間裡面可以令到自己的語文能力或者學科知識有增長的。校長最近翻看這本書叫做《愛是一種美麗的疼痛》，是我幾年前一個偶然見到這本書名覺得很有趣很漂亮，跟住就看看這個作家是劉庸，是一個台灣的作家，他既是作家亦是畫家，所以整本書裡面有很多美麗的圖畫，配上一些美麗的文字。書裡面這樣介紹劉庸的，校長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作家的感受。他說劉庸的創作的原則是在感動別人之前就先感動自己，為自己說話亦為時代說話，處世原則是敲自己的鑼打自己的鼓，不負我心，不負我身。他是一個很熱心的人，他有一個很冷的眼，一雙很近的手，兩條很忙的腿，和一種很自由的心情。看劉庸的作品裡面，就打從心裡面就能夠打動我們的人心。愛是一種美麗的疼痛，其實還有他的第二集的，校長都買了，叫做《愛要一生的經驗》。你看到劉庸用的字很容易打動我們，其實他的文字在在都能夠觸動我們。愛是一種美麗的疼痛，當時吸引校長的句子是這樣寫的：生產有痛，成長有痛，別離有痛，傷病有痛，經過一個又一個的疼痛，我們還要面對人生最大的痛，在自愛的哭喊與自己無奈的悲痛裡面離開這個世界。只是如果一生中每個疼痛帶來的是新的快樂、愛的愉悅、重逢的欣喜和康復的歡暢，那死的疼痛會不會指向另一段、另一世更美好的人生呢？逆向思考，我們其實凡事都有兩面，在逆境裡面我們更加要自強，警隨心轉。我相信同學都會領悟到作家劉庸帶給我們的道理，期待日後的時間裡面多些同學跟我一起分享閱讀的快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看書一些感受之外，都很想跟同學分享我們的學習原地，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名叫做空中教室。空中教室顧名思義，除了是學習之外，希望透過大氣波、透過網絡跟同學一些分享一些學習的感受。校長是讀中文出身的，其實我覺得要能夠打動別人，很多時候我們說的文字、我們寫的句子要令到人明白，除了準確之外，我相信大家都能夠有感情充沛去打動別人，真情實感往往都是最能夠打動別人的。如果能夠明白恰當地運用成語，相信你的文章的文采就會增加不少了。什麼叫成語呢？成語就是中文所說成之於語，那就叫成語了。成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庫，追根溯源，每個成語背後都有意境深遠的人文歷史故事。成語是濃縮的中國文化，是精煉的詞句，用最簡練的方式表達最深刻的感情。成語穿梭古今的故事，現在讀起來讓我們震撼古今的氣勢的力量。其實如果我們在作文裡面多些運用成語，其實除了能夠增加文采之外，還能夠令到我們成篇文章想表達的感受更加多說服力。不過當然我們要記住，成語除了是精簡的文字，能夠順眼典雅之外，不可以亂用，要用得對、用得準確。所以我們學習成語的時候都要花一些心機，目標就令到我們用成語的時候，常行於所當行，
止於不可不止，用得勉強就好似東施效顰，結果咧就弄巧反拙。所以校長咧為大家預備咗中一至到中三級各級100個成語，希望同學咧都能夠温故知新，將咧自己喺學習嘅經歷裏邊咧緊扣你嘅語文學習。咁希望咧呢初中呢300個成語咧，對於初中嚟講咧喺呢段時間裏邊咧都可以扎實你嘅語文嘅基礎。咁高中嘅同學都歡迎你咧去翻咧中一、中二、中三嘅教室裏邊咧就學習翻呢啲成語，希望咧從中咧攞翻語文嗰種嘅基礎。除咗成語之外咧，我覺得作文嘅時候咧，恰當引用詩句啦、格言啦、典故啦，或者係一啲古人嘅古語咧，都能夠表達到我哋當中思想感情嘅。咁大家都顧名思義，呢種嘅修辭手法就係引用。明隱暗隱兩種，講明出處就係明隱，唔講明出處就係暗隱，兩者嘅效果大概都係相同。但我哋必須要準確明白引用背後嘅言語嘅意思，唔可以過分堆砌。如果唔係成篇文章嘅文意就會弄巧反拙噶啦。咁校長都講過100個成語、三級300個成語，同埋中一至到中六級嘅名言善語都會隨即喺校長級教室裏邊發放。期望在這段時間同學都努力認真學習，當你遇到有學習問題，歡迎大家打電話來學校，除了找我們的老師、找我們的教職員，其實也歡迎同學使用我們的電郵，希望透過電郵裡面當大家去查詢一些學習內容，老師適時的回饋都希望同學可以學有所成、學有所得。我們讓我們在空中這個教室裡面保持聯繫，期待逆境過後之後我們在田園校園裡面再見。咁我今日就同同學分享到度，希望各位身體健康，學業有成，同家人相處愉快，多謝各位。